再上一個黃色的絲褲上登山，配上一個白色、銀色的披風。全身咧唔會有太多顏色，但係咧感覺好可愛。跟住落嚟呢套咧就係一個黃色嘅花花背心，配一個好 sharp 嘅粉紅色外套。披風方面咧就用翻白色嘅，咁就已經係一個好簡單但係又好啱夏天嘅卡哇伊 style 啦。唔該曬幾位 Hello Model 嘅示範，依家咧我哋呢一個就係日本秋葉原嘅偶像團體 Bamboo Me In 為我哋示範啦。第一位出場嘅就係山澤梨沙 Lisa。咁咧佢哋喺秋葉原度咧呢個 DS Stage Bar 度咧係長期表演嘅喎，成功扮起咗秋葉原嘅偶像熱潮。就是成濑英美 Amy， 咁可以见到咧，佢嘅衣服系有黄色同绿色做主题啦，加上一个橙色嘅披风之后咧，成个感觉更加卡哇伊喎，哇，仲好可爱添，大大大嘅声音喎。为主嘅，配翻一个紫色嘅披风，非常之 match 喎。非常之適合我哋今日嘅主題喎，咁見到佢咧用咗一個黑色嘅披風去做配襯啦，但係咧條線咧都係藍色嘅喎，所以咧同佢本身嘅衣服都係好 match 嘅喎。跟住落嚟有古川美玲 mini。加上一個銀色搭紅色的披風，非常之用心啊！佢嘅披風咧，除咗有紅色之外咧，條裙同埋對襪都係紅色嘅喎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有夢綿。